好，帮我拍张照片吧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，好看，可以 P， 可以 P， 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秀发财了，能拍成这样也不是一般的牛。快，我的 vivo S17 Pro 拿过来，快来试试科技与狠活拍照法。你刚那样拍，给我的脸拍的五颜六色的。那你说吧，怎么拍啊？简单，先打开人像模式。人像模式有了有了。然后打开那个智慧柔光环。智慧柔光环有，可以可以。别看现在光线乱七八糟的，但是有了它，人亮了，还是能保留夜视的灯光。而且它还是智能调节冷暖色温，在死亡的灯光环境拍出来脸依旧还是清晰又自然，绝对不会有阴阳脸的问题。浅浅自拍一下。vivo S17 Pro 这个自拍有5000万广角柔光，除了多人拍照脸不会变形之外，像在这种灯光很暗的环境自拍也超清晰。你看我刚刚的自拍，是不是每根睫毛都根根分明？重点是它的外观也超好看，这个山海青配色，细看还有不定期的星闪和流动的山海纹，谁看谁不爱呀、啊！今晚的氛围感大片全靠 vivo S17 Pro， 一会儿